过了，对不对？很反过来的，我们这里地域辽阔。好，你看右前方的和右下方的这，很幸运的是丽江古城保护没有遭到破坏，正中心发生在丽江新城区。那当时丽江这边的地震的那个丽江城市的规模也没有现在那么大。爬山啊，那边啊，没错。小哥，求你练他六皮，在上面睡觉。哦。好，我可以停下来。我用左边这个，我用左边这个。爸爸，
三元鱼在底层里面也有，三元鱼，三元鱼的壳啊，自己鱼类以后。